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本场麻将混一清二门飞的规则，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这个牌起手就是混碰的牌型啊。虽说这种规则做牌型并不划算，但是牌型来了也不可能不做。来二条直接打，这个牌就是奔着混碰去。对家听牌了，看样子对家这个牌听得不咋地呀，花都敲不上去。来七条，先打20万。抓九条，打掉七条，现在就是一上张，再打五条。这个牌来的感觉好不科学，打了这么多条子出去，有谁能知道我是在做混碰的？抓小鸡听牌了，四条东风对倒，不追求混碰的话，倒是混一色自摸。对家抓花，杠东风点炮，混胡牌两个花，12分，加个苍蝇19分。花少，做一个混碰也没几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起手10张万的，又是逼着我去做牌的节奏。上家打6万，这个牌就不忍了，直接开吃。这个牌动牌了，就要奔着清一色去。再吃3万，倒是混一色能听牌了。那这个牌肯定是不愿意听，总归是等一等，等着摸万子再上听。抓到蓝风了。这个牌上的真的是太不科学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混一色听牌了。打9万回听369，吃口回锅肉去。上家打9万点炮，混一色胡牌，三个花8分，加个苍蝇11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。最后一副起手只有一个花呀，搭子倒是够了。两上张的牌型，最后一张3万也让我杠进来，那就打掉6筒。这个牌现在是一上张。对家倒是听牌了，条子上面应该是比较安全的，感觉对家像是听在万子里面。抓小鸡听牌，这牌只能打5万。对家摸9万点炮，两个花6分，加个苍蝇8分。